全家福六块板子加14个螺丝和一个内六角扳手。安装后面支架，注意孔距边缘长的是顶面。安装螺丝先不要拧太紧。安装左侧支架，同样孔距边缘长的是顶面朝上安装。同样的方法安装右侧后面的支架，注意圆弧角朝上向右。如果是左侧杯架，安装的时候把下面层板翻转向左即可。左侧杯架的时候，圆弧角朝上向左安装。安装中间侧板，放上侧板。对准孔位，注意孔距边缘镜的超后面。螺丝从底部往上拧。安装顶部面板，对准孔位，依次拧紧螺丝即可。安装完成。